基本上是有一个凹面镜或者是一个菲米利尔透镜的方法，将太阳光聚焦，可以加热月壤到1500度以上，把它融化掉，这样就会产生大量的水蒸气。我们把水蒸气收集起来之后，就可以做饮用水。然后同时呢，这个水我们也可以电解，得到氧气和氢气。氧气我们是呼吸必备的一个，这样人类生存就没有问题了。另外，氢气也是一种能源。我们可以把它燃烧或者做燃料电池发电。另外呢，我们加热的这个月壤它生成了铁，同时也有陶瓷玻璃。铁呢，我们可以做建筑材料，也可以做磁性材料，因为磁性材料是电气电力电子领域一个必须的材料。然后而建筑材料里面的陶瓷钢铁也是必须的，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月球上去做一些建筑。